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过去我们开着自己改装的房车环绕北美整整一大圈。自从凯文爸爸决定购买一辆空的 Cargo Van 厢式货车，然后自己动手改装成房车，带着凯文宝贝周游北美，我们的频道就正式诞生了。第一季北美房车环游共42集，历时一年的时间才更新完成。还没有看过又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频道主页，这里不仅有我们在美国加拿大房车环游的视频分享，还有我们在大西洋边美丽的灯塔旁度过的快乐时光，以及我们开着越野车到幽深的丛林湖泊旁生篝火烤棉花糖的美好回忆。这些 vlog 都在等待着与大家一起分享。2021年8月，我们正式离开哈利法克斯，搬家到多伦多。本集将继续跟小伙伴们一起分享我们在多伦多度过的快乐时光。我们要出发啦！今天带着两个宝贝儿去那个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那边，然后去给凯琳买鞋。这天气真好呀！我们已经开到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了，今天要给我们的小美女去买双鞋。哎，像不像美军特战部队？看爸爸的造型，太逗！前面是凯琳，后面是书包。再领个凯文。对啊，再领个凯文，超级奶爸诞生了。看看爸爸变成孩子王了，家里人员鼎盛。这不是卖鞋的吗？哦，卖鞋的。哇，这里好凉快呀，这商场里边好热闹呀，想追上爸爸还不容易呢。哇哇，这么多鞋。哇，这小孩的鞋都做得好漂亮，然后小孩子的鞋比大人的鞋还贵。让凯琳现在试穿两只鞋，一个是紫色，一个是白色。凯琳宝贝下地啦，第一次晒晒鞋，走走路。哇，这边的 Zara Kids 就是光小孩的有这么一整层，太大了。我们在哈法逛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小房间。哇， Zara 的小孩衣服怎么这么漂亮呀，我们一进来就看哪件都好看。好看，这是一根拖鞋。嗯，俩人在这玩上了，爸爸买衣服，然后这俩在这玩。俩人跳着舞了，在这儿。给两个小宝贝买了好多衣服啊，他们家衣服也太好看了。哇，凯文最想喝的就是这个小熊奶茶了，爸爸给买了一个。凯文小宝贝在这休息呢，然后凯琳已经睡着了。凯文今天高兴晚还喝了那个小熊的奶茶，对，还买了衣服。凯琳终于有小鞋了，吃着包子听着音乐跳舞，在这等爸爸。爸爸回来啦！这包子吃的，哇，今天全家都是大丰收啊！看凯琳又买了这么多，刚才在商场已经买了，这回全家都不缺衣服穿了。我们又来吃小龙坎火锅啦！哦，哇，这个门神，两个门神，好有中国特色呀。
哇，好大呀！哇，我们来吃火锅，到那边坐，好。这边是蘸料，我们坐在这个位置。凯琳来一个小卡位，啊！他们这儿还有一个篮子，可以放衣服啊、包什么的。好大一锅呀！刚才他说小心一点啊，说小心一点。今天阳光明媚，是一个大日子，就是爸爸要重新改装我们的车，然后刚才已经把里边都给清了一下了，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哇，床垫都卸掉了，接下来爸爸要把这里边都给拆掉，然后重新装修，要按照我们想的那种格局。看跳那坚果了啊，看可以从这儿钻进去。好，嘿嘿，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床给它拆掉，然后变成那种白天可以吃饭的那种桌子的这种格局，然后晚上是睡觉的那种多功能的。接下来又有事儿干了，大工程又要启动了。很快我们这车就不再是这种格局了，像这些柜子全部都要拆掉，都要重新做了。马上就要变样子了，小可爱在这儿走的，爸爸正在研究怎么改。爸爸在那儿拆车，看两个小家伙在这儿，哦，在这儿玩呢。挺有劲儿啊，凯琳把门给关上了，好小啊。凯琳和凯文站在这个这么大的院子里边，看着像两个小玩具。哇！房东的超级无敌大后院，太适合小孩在这玩了。凯琳还想上这小桥呢，哎呀挺厉害呀，还真上去了，好厉害呀。凯琳在这草地上好小啊，哈哈，嗯，好大的一棵树，好小的一个小孩，
房东家的后院真的是太大了，还有个篮球场。真厉害，凯琳自己能爬上去了，看看，啊，太厉害了，凯琳。好淘气呀，凯琳。哎呦，天好蓝呐。又把妹妹抱起来去拿球了。现在凯文抱妹妹可轻松了。哇，看看天快黑了，爸爸已经把车都拆成一个大空堂了，好快呀，这拆的速度也太快了。天哪，门都拆光了。哦，哇，下地拆，哇，下车，这样看着好宽敞，妈妈下去了，好空旷啊，是不是有一种美好未来的感觉？嗯，是的，从极老挺好，要重新开始了。凯琳也，凯琳，凯琳急眼了。凯琳想上了呀。好爽啊！两年前我们装修，两年后又全都拆掉了。看我们这橱柜拆开之后，我们这个门好宽敞啊！凯琳跳上舞了，刚才听到我们这后边这两个音响，一直被我们床给挡住的两个音响终于露出来了。哎呀，好可爱呀，跳上了。You got your mama's sunshine, you got your daddy's rain, you're like a piece of heaven in a hurricane.And it's bubbling over like a sweet champagne. You got your mama's sunshine, you got your daddy's rain. 好家伙，一直黏着妈妈，也不敢过去玩去。对，凯文带着妹妹一起玩。对，妹妹现在太小了吧。Big blue eyes for no discernible reason.Your point of view, it comes and goes like the changing of the seasons. You got your mama's sunshine, you got your daddy's rain. You're like a piece of heaven. 荡秋千，这是凯琳第一次荡秋千，跟哥哥小时候似的，超可爱的。好玩吗？好不好玩，凯琳？荡秋千，看哥哥在那边荡呢。凯琳在这儿。可爱的，好小啊，凯琳好小啊，真可爱呀，宝贝。You're like a miniature Picasso with your markers on the wall. You got your mama's sunshine, you got your daddy's rain. You're like a piece of heaven in a hurricane, and it's bubbling over.Champagne, you got your mama's sunshine, you got your daddy's rain. Wow, 好高啊，这水越来越高了。哦，哎呀，凯琳也要去啊！凯琳也脱，把小裤裤脱了，鞋也脱了，哥哥领着去踩水了，好可爱！太可爱了！妹妹还要去，再领着妹妹去踩水去。哎呀，自己去了。
去踩去了，对，太可爱了，哎呦，一会儿把尿片都浇湿了。跟尿尿似的，一会儿把尿片浇湿了，凯琳，尿片都湿了，等会儿。我也得换衣服了，这俩玩了。才一天半的时间，看看爸爸已经把我们的车拆成了什么样子了。天哪，全空了，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的天，看我们的车现在已经被拆成了这个样子。细心的小手。就当初是这个状态的时候，凯文还那么小啊，现在又拆回到这个状态，凯文已经长这么高了。也没有拆，觉得拆完了心旷神怡，就感觉瞅哪儿可舒服。我们要重新改变格局，这回全都拆个精光。这回橱柜被拆光了之后，我们这个门变得好宽敞啊。现在我们一家四口要开着毛坯房一段时间了。两个小宝贝，我们来吃饭来了。看看现在都是户外，都搭了好多的这个座椅。放眼望去，全都是好吃的。我们吃这个韩国食堂，他们家没有户外，只能在屋子里了。还好没有没人。午餐汤，冷面。这家韩餐的店控制的特别好，他们把这个里边现场都清空了，就剩几张桌子了，然后这个餐具也全都给的一次性的。菜包饭，吃的好香。本来是妈妈买了这个想减肥的，现在变成凯文每天跟着跳。